前洞就在下面呢。如果那么容易走的话，他又何必在这里待那么长时间呢？嘘，别说话。怎么了？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。够仗义的吧？你们看。 我都把贼给带来了，你们都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去吧。 快走！起来！起来！你们起来！起来！你们看到他的脚受伤了是吧？刘总，你们走！我想找，那就永远留在这里。
留下来照顾他，我去救苏家。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崩了他！出来！把枪放下！